现在呢，人在胡志明市的日航酒店 Hotel Nicole Saigon 哦。那我今天要来这边呢，吃他们的 buffet， 因为我觉得这一家日航酒店的 buffet 是胡志明市的 buffet 最好吃的哦。那这一家的那个 buffet 好吃在哪里呢？就是他们有龙虾吃到饱，然后还有他们很多那叫什么食材也都非常非常的棒啊，所以我等一下就来带大家吃这一家胡志明市的日航酒店哦。可以看到很多女生都在这里拍照，要从这边走上二楼。OK， 好 ，Let's go。哇，好多人哦，排队呢。哦，他们哦，好吧，六点开始哦。我现在是六点就已经开始排队了，那就等登记吧。Thank you。OK， 进场咯。哇。要带我去哪里？Here? Okay, thank you. Okay, 这就是他们吃饭的地方哦。我们坐这里，好，来坐了。我现在带大家浏览一下日航酒店的菜色啊。哦，好，它这个有螃蟹。Okay. Okay. 好，他刚刚说这个龙虾只是。This is only for decoration, right? OK. 但是这个龙虾是不能拿的，它只是装饰的。但是等一下我们桌上可以点哦。好，哇，这个生蚝看起来好棒哦。嗯。Where is this lobster from? The oyster from Hyogo, Japanese. Okay, from Japanese. The oyster is from Japanese. From Japan, okay. 好，这个 oyster 是从日本来的。好，来，好，这里还有一些，这个是蛋菜哦，不要忽略它了。日本的 oyster， 好，来，这里还有很多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拍错重点，来，然后这边有冷盘，好，冷盘这些都是餐厅必有的啦，哦，好，来。好，这就是冷盘区，然后再来就是沙拉区啦。沙拉区就是有一些基本的生菜沙拉啦，哦。然后这里是吃素的人哦，素食。我基本上，不太会来，哦，来这里就是要吃肉啊。哦，他这里还有包春卷，哦，春卷。好，然后。这边来，这里有现煮的 snail 啊，哦，这个是螃那个不是螃蟹，那个叫什么瓜牛啊，哦？哦，它这个叫做那个什么威宁顿牛排哦，他们有这个威宁顿牛排哦哦，好，等一下可以吃了，然后这里有鲍鱼哎。哦，鲍鱼也可以点，哦，鲍鱼点了变那样子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它这里有做鱼哦，先做的鱼，然后切牛。哦天哪，哇，这个看起来好赞。哦，哇，这里有一整只烤乳猪，哇，超赞的。好。那我们来看里面的熟食区哦。好，首先进来这边是生鱼片哦，生鱼片是现点，然后师傅会现切给你。那就有鲑鱼、尾鱼、章鱼这些基本款哦。OK， 好，那个尾鱼看起来很棒，但是这个龙虾应该也是装饰的，刚问过了。然后，好，要排队哦，要排队哈。好，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来，
然后呢，这里有火锅，可以现煮的火锅，哦，应该是现煮的火锅，哦，好，很多海鲜，哦，然后这里有烧烤区，哦，天哪，天哪，超赞的，超赞的，哦，它这个海鲜也可以用烤的，然后这里的烤龙虾都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点的，在桌上点，然后他们在这边烤，就可以上菜了。它龙虾当然有不同的料理方式啦，哦，好，这个龙虾应该是伊式龙虾吧，哦，它不是波士顿龙虾哦。好，来，再来，这里就是刚刚那边烤好的，然后放到这里，哦，然后这里有冻羊贡，有酸辣汤哦。好，你看嘛，这边是东洋 stop， 就是酸辣泰式酸辣汤。好，再来 steam crab， 哇，还有蒸的这个是螃蟹哦。好，哦，烧笼包，这里有点心哦，哦，点心好。然后我们来看它熟食区有什么，炒饭、蛋菜、奶油蛋菜，这个是番，不是番茄，它叫马铃薯，嗯，土豆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猪肉哦，鸡肉，鸡肉，鸡肉，炒一个什么鸡肉？就差不多一些熟食啦，哦，好，青菜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Stir fry seafood， OK， 炒海鲜，嗯，然后这个是鸡肉啦，烤鸡，然后那里有烤牛肉，好，然后呢还有汤哦，当然这不是我的重点啊，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就 回去吃东西啦，走咯。哦，这里还有面包跟 spaghetti pasta 的区哦，它有现煮，师傅有现煮的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意大利面哦。好，来，走喽，走喽，走喽。这一区是他们的蛋糕区哦，趁他们还没拿的时候，我赶快来拍一拍。哦，它蛋糕看起来好棒哦。哦，喜欢吃甜点的，这里有很多很多可以选择。我最爱这个日航酒店的 buffet， 果然很棒，哦，每次来都没有让我失望，光看这些菜色就棒棒的。但是我现在在减肥期间，所以很少吃甜食，肉可以多吃，甜食少吃。他这里还有做那个可丽饼啊，那个师傅现在还不在哦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什么甜汤啊， green bean sweet soup， 绿豆甜汤，就是越南风格的哦。然后这边一些水果啦，然后这里又有甜点，这种一杯一杯的这种甜点，天哪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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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好，然后这个是一些装在冰淇淋上面的，他们的冰淇淋的品牌叫做 Bilani 哦，这个品牌我只有在越南看过，哦，他们的老板是个法国人，哦，好，来，咖啡啦，不用介绍了，好，回桌上吃饭 ，OK， 好。他们的这个红白酒也都是可以免费点的，啊，那我看一下他们红白酒是哪里的，这个是白酒 Chardonnay and what about the wine， 卡本特苏维农 it's from Chile， OK， OK， 都是 Chile 的，都南美的， OK， I'll do the Chardonnay， OK， thank you， 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龙虾，它龙虾是可以无限续点的，然后他们这个有，他会给你一个龙虾的单子哦，所以你有很多种龙虾 ，grilled butter 烤的，或者是那个奶油大蒜，或者起司，或者是水煮，然后还有那种酱料的，黑胡椒或新加坡酱料的都有哦。那我们现在点了一个烤的，一个水煮的，然后他还有这个螃蟹哦，这个都是可以无限续点的，龙虾跟螃蟹都可以无限续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吃咯。Thank you。好，我现在来切这个龙虾哦。嗯。好。
这种龙虾呢，就要整口吃下去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吃哎！这个龙虾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再配它的白酒。哎，也不错哎，它这个白酒配这个刚刚好，很好，非常棒。它基本上就是搭这个餐酒好配的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再吃这个龙虾了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切它哦。这个应该是奶油来烤的，奶油烤的哦。怎么切？对啊，这个时候观众看了都生气了，我把龙虾切得这么丑，还是刚刚那个比较好切，我这个弄的。OK，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我都会把它切了，还切得好丑。但是一样，我要一口把它吃下去。算了，两口。它龙虾肉质很好哎。吃到外面。龙虾超棒的啊！超好吃的，谢谢摄影师。好，我现在要 order 龙虾了。OK， I'll have the cheese one, and the is it spicy? Spicy, yes. OK, no.因为它辣，所以我就不点了。那我就点一个起司的。OK, it's a one lobster is like a two piece. Two piece, cheese, and... Okay, can I order just half of lobster? Half, okay. I order half of the cheese. Yeah. And the butter and garlic one. Okay, half less, okay? Thank you, and I'll order later. Okay, huh? Thank you.我刚刚点了半只的这个奶油大蒜跟这个半只的起司的啊、哦，来看看。好，我来看啊，这个是生鱼片，哇，它的生鱼片看起来也很棒耶。嗯，好，我来吃它生鱼片。噔噔噔噔噔。好，这个是它的尾鱼。还好，你看哦，我刚刚吃它的那个鲑鱼，我觉得它的那个油脂还不错，所以它的鲑鱼我觉得是好吃的哦。鲑鱼不错，比尾鱼好，尾鱼就表现一般般。这应该是旗鱼吧？哦，旗鱼。好吃，这个好吃，它应该不是旗鱼，它是什么鱼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好吃，白色的这个好吃。我们起司的这个龙虾上了哦。好，我现在再来吃这个起司的龙虾，哦，它会滴水哦，还蛮大的哦，你看这个龙虾跟我的脸差不多大，可能有的，然后就要吃这个，烫，我现在就要吃这个起司的龙虾了，来。我刚切那个烤的那个切的好丑，但是这个应该比较好切。哦，对，它果然比较好切哦，你看，
哦，都在冒烟。好，现在就要切了，都是烟呢，有没有看到是烟？烫烫烫！我这个很难一口。好吃，这个起司焗烤龙虾超好吃，还不吃爆它，等一下要多点这个。哦，这个起司焗烤的好好吃，我等一下要点，我现在只有半只，我等一下点一整只。挑战的啦。哦，这个螃蟹看起来螯好大，我等一下来吃吃看这个螃蟹。嗯，好，我现在要来吃这一个大螃蟹了哦，它这个螯好大哦。那我没有办法，我还是戴这个手套，不然手弄得太脏。他们我有附这个手套哦。好，那戴这个手套我就来处理这个螃蟹咯。吃螃蟹最麻烦就是要弄这个，然后他们有这个钳子啊，有这个钳子。好，我现在要来钳它了。我要来钳它了。我他妈还不吃，我他妈还不钳爆，我他妈还不钳。我好，来，前那个半天，好，主要就是吃它的这个螯啦，哦，它的这个螯，我前那个半天以后，啊，终于弄下来了哦，然后，噔噔噔噔，啊，这还钱不够，再钱一点。好，来，终于把它的这个螯给填下来了哦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东西当然要一口吃下去啦。哦，好爽的。好棒哦！然后这个螃蟹我就吃这个螯就好了。应该可以弄个什么餐巾纸的，然后再来就把它撇开，然后就这样吃。跟女生约会千万不要吃螃蟹，因为实在是吃得很丑，就没有办法很优雅。但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它这个螃蟹，好，再来。好，我发觉我牙齿卡到那个壳了。这是毛老师。嗯，那种。OK。我觉得这个螃蟹很好吃啊，但是就会吃的比较丑就对了，没办法。好，这是我刚刚拿的这个威宁顿牛排，然后再加两个鲍鱼哦。好，看起来超棒的。其实也不小了哦。
这个好丑啊！我试试看。我现在再来吃这个芝士烤龙虾，这是我的第四个半只吧啊、哦！哇，在此同时，哇，天哪，吃不完了、啊，吃不完了、啊！好，来，我刚刚拿了这个是它的烤乳猪啊，哦，它已经切成一块一块的，然后它另外还有这个是牛排。一个烤鸡，然后这个是烧麦。皮不够脆，这个烧麦啊。烧麦不行，嗯，还可以。我刚刚又叫了两个这个芝士焗生蚝哦，芝士焗生蚝，好来看看它的生蚝怎么样。好，我很不会切哦。还有一个，噔噔噔噔，好吃，它的生蚝好吃，棒。好，我现在为了拍摄这影片，我来破戒啊！我拿了一点甜点，来，这个应该是巧克力泡芙，这什么柠檬塔吧？然后这个是黑森林蛋糕，巧克力 mousse。好，我来吃吃看哦，看看这些怎么样？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一回合。好甜呐、啊，吃起来也是普普通通。我觉得柠檬塔还不错，我个人喜欢柠檬塔的。好，我现在来买单了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单了，两个人总共，this is a price, right? This is total here. I got like a 10% discount. Okay, 因为我有会员了，所以我 10% discount. 所以打折打九折之后是这个价钱，340万，换算成台币大概4000块，4500啊，差不多5000啊、哦，两个人吃了5000块 ，OK， 好，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单。那一天我的收音设备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我现在这一段补录给大家哦。两个人吃了台币大概5000多块，那你可以在日航那边申请那个会员卡，那它可以打九折，所以我那天总共就付了大概4000多吧，打了九折这样子。推荐大家来胡志明市的时候，可以来试试这一家日航酒店的 buffet 哦，龙虾吃到饱，红白酒喝到饱。我是杰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直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